三岁的三岁，我是在湾仔，是做什么呢？要饭，真的是要饭。那十年里面，每天都比要到吃的钱，也每天给打的无数遍。在这个过程里面，常常会问我又不是白皮肤，我是黄皮肤，可是我没能告诉人家我是中国人。我心里面在等，等有一天有人家问我在哪里来的。 我能说是中国人，中国人。在那个人生的天，五星红旗挂起来的时候，我哭得不得了，因为我等到了，我真的可以告诉所有人，我是中国人。